OK， 好，来，我们哎 ，OK 哦，这个 Sera 跟 Kara 啊 ，Sera 就教你一部分的收成 ，Kara 就是你必须要去服役，就是这样。OK， 然后这个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人民的角色啊，人民又有什么角色呢？蛮多一下的，你看好像不公平这样。OK， 人民的角色就是第一个提供这个人力哦，啊，我们讲提供劳力啊。我是写错了，提供劳力 ，OK， 透过这个服役系统啊，服役，我讲了，就是刚刚我们讲必须要 system Kara 嘛，所以这是他们的角色啦。然后巴布巴萨讲 ，OK， 我们苏丹呢，他要翻建，然后重新修复这个王宫，所以你们必须要去啊、去帮忙啊，所以他们就必须要提供这个劳力。然后menghadiri一些 adat istiadat 出席一些习俗活动啊 ，adat istiadat。然后 patuh dan taat akan segala arahan pemerintah dan tidak mendahaga。他们做人民的很可怜呢，他们必须要 patuh 是听从，听从，然后也要忠心和忠心。Segala arahan， 所有的命令，所有的，所以啊，所有的命令，dan tidak mendahaga， 组长不会要造反哦，这角色啦。然后 menjadi tentara apabila diperlukan， 也是透过这system Kara，成为这个军人啊，当国家需要他们，他们就必须要成为军人了。然后menghadiri majlis yang diadakan seperti gotong royong， gotong royong， 这 gotong royong 呢，就是一些我讲大家一起进行的活动，我们叫 gotong royong 啊。我发现很多学生他们讲，一听到 gotong royong 就是认为的是那个大扫除，因为在学校哦，我们讲哦 ，sekolah kita akan mengadakan 这个 activity gotong royong， 这个 activity gotong royong 就是大家一起去做的活动，包括了像去清理教室、清理学校，所以很多学生就认为 gotong royong 就是清理，就是去打扫，不是 gotong royong 其实是大家一起做的活动。来出席这个活动，像有什么节日啊，大家一起去这个果冻肉用去煮啊，进行这庆典啊，哎，算我们出席咯。然后什么的啊，本来用或者是本来用卡巴布朗，什么是卡巴布朗？卡巴布朗是战船啊，哎，战船。然后本来用呢，本来用是那个像我划那个战船的人啊。妈，我讲我是给我看这华语啊，本来又叫什么？正确的华语字，你知道华语不好啊。本来又 ，OK，Yes，OK， 这叫姚木匠。哎，看，姚，那个姚哦。木，不是那个江是什么江啊？啊，这个的人摇什么呢？摇这个船呐、啊，就是划船的人呐、啊。啊，我这直接用划船不是好喽？哎呀，这样辛苦的嘛，我讲到。
这样深奥的华裔，划船的人，划战船的人呢、啊？就给哦，嗯，这些都是他们的工作了啊。OK， 不灵啊，不灵啊。提供劳力，出席这些习俗，忠心，听从命令，成为兵士，成为划战船的人，或出席一些活动，像这些活动有用的这些活动，出席 ada istiadat， 这两个你可以写在一起哦。但都是蒙哈迪利嘛，出席，哎 ，ada istiadat， 哈迪利 majlis， 这几个都有用，这些 ，boleh faham。我俩，OK， 你看这边 ，concept the hugger dan tula， 给 tula 这边是我们讲叫天谴啊，对吗？我找一下翻译 tula 啊，对对对，就是会找到天谴。就是祸害啦，哎 ，concept 的哈格达哥是我们讲造反，所以在这里哦，他们格苏丹纳姆拉尤姆拉哥呢，他们都在实行这个 concept， 哎，这个概念就是造反跟天谴的这个概念，所以他说呢，在这个 concept 的哈格跟杜拉哈，他就说。所以每一个人民都会知道的这个 concept， 就是说，如果哈、啊，谁人他们应该阿尔汗，就是他们不听从命令 ，OK， 不听从苏丹的命令，被视为是造反的，哎，会被视为造反。OK， 是巴盖本的哈哥，应该阿尔汗苏丹，哎，如果看我们上面读到的那个胡公甘努姆拉哥哦。如果人民是应该阿拉汗不听从苏丹的命令会怎样啊？会咔嚓砍头，是不是会被判死刑吗？所以在这边的这个 concept 他说呢，如果你不听从苏丹的命令的话，你会得到，你会遭到天谴，门和里门堵啦，就是你会听得到这个祸害啦。OK， 这个堵啦的意思是什么？车科车拉嘎安扬阿甘门林巴是说欧让科车拉嘎安就是也是叫祸害啦。科车的答案，嗯，科车的答案呢，也叫灾祸啦，灾难呢，要不是灾难。所以一个人呢，他就会怎样得到一些灾难，所以遇到灾难呢。或是遭到灾难。所以他们这种人民都很怕的咯、哎、如果不打死爹不听从的话，他们怕会找到灾难，天会惩罚他们，他们这样想啊。我、哦、说以前人是很笨，我觉得、哦、是不是？然后他们相信这种概念，造反就会找到天的惩罚。可是我觉得他们比较怕的是，如果他们不听从命令哦，他们会被判死刑啊！我觉得这个才是让他们害怕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王，为了要巩固他们的地位，你要确保人民听从他们命令，所以他们才有这个法律嘛，是不是？哦，你不听我的，我就是把你杀掉。Okay. 然后hubungkan antara pemerintah dengan rakyat, yang rakyat itu umpama askar。不是 askar 吧？这边是讲述pemerintah跟 rakyat 的关系啊。他就说，人民呢 ，umpama 就是 seperti 的意思。这字应该懂哦，在马来文我已经学很多次了 ，seperti 啊，就像一个根 ，akar 是根啊。喂，是不是写不到华语的？哎 ，yes， 有人可以讲话。以前人属于迷信那种，对他们很相信这个东西的。然后 raja 呢 ，raja 就好像个 pohon， 就好像个树。
人民就像是根。Jikalau tiada akar, 如果没有这些根啊 ，nescaya pohon tiada akan dapat berdiri。我们相信这个树干呢，它也是没有办法树立的。Demikian lagi raja itu dengan segala rakyatnya. So demikian lagi raja itu segala rakyatnya. 也就是说，你看啊，其一棵树，人民就好像根，王就好像那个树干。所以没有那个人民，王也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王来的。他就说，所以这是说他们这显示出他们两个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是两个都是很重要的。有王，有人民，有人民才有王，就是这样。然后他们的角色就是我们上面讲的东西啦，这三个 Pembesar, Sultan 跟 Rakyat。对啊，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哦，所以他们为了要合理化 ，OK， 你看啊，为什么他们讲有这个 concept 的哈哥跟杜拉？你相信会有遭到祸害吗？这是比较迷信的想法，是不是？所以这是为了要合理化他们的法律。所以我讲，你不听从我的这个命令的话，你就会被判死刑。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受到天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你会判死刑。然后为了要巩固他的地位，这个是其中一个咯，巩固王的地位啦，不让人民去造反。所以很多摆凳的啦，他们啊、哦、以前，可是现在我们哪里有这样子的东西，是不是 ？All right， 来我们做一下这个一点式的 A， bagian A 第一题跟第二题，来 saya bagi satu minit。啊，杜拉，我刚刚才讲的就是那 concept 的哈哥丹，杜拉啊，杜拉就是什么？可以吗？容易啦，这个这两题，如果你听明白我讲的刚才 ，OK 啊，嘉靖你的答案对啊。所、so, 以第一题嘉靖讲是 C 对吗？啊，不干养地嘛，说跟人家赌啦，赌啦就是这个祸害啦，或者是kerana melanggar larangan sultan， 你会得到这一个祸害，当你不听从王的命令。所以这个要读啦 ，bagus。然后第二题 ，antara yang manakah antara berikut merupakan peranan sultan？ Peranan sultan yang menghadiri majlis umum 吗？不是，这个是属于 rakyat 的，对吧 ？rakyat menghadiri 这个 activity 啊，是不是活动而用？是不是？看有人有答案，是不是？我的电脑啊，没有，它还没有，还有个41分钟，还可以。Mengutip juga是谁？Pembesar menjaga kebajikan rakyat, 照顾人民福利也是 pembesar， 所以答案是 A 呀。Mewujudkan perpaduan rakyat, ini adalah kerja peranan sultan. Boleh. Okay, 这个 B 的我不讲了哈，这个是 OK 吧？那叫你自己想啊。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objective。这地方撞到你是三道没？All right， 来我们一起做好不好？第十二题，大家看一下第十二题。Hukum kanun Melaka, undang-undang laut Melaka， 好像 apakah sumber undang-undang di atas？ 什么东西成为了这两个undang-undang的 asas？他参考了什么武功？哪两个？哎呦有什么我讲过的之前有印象吗？武功甘露马格跟武道道老马格，来我给你看。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Nah, sumber kedua-dua undang ini berdasarkan 回教法跟一些习俗的规则 syariah 跟 hukum adat, hukum syariah 跟 hukum adat, 所以答案是什么？明显了啦， hukum syariah hukum adat, 所以是 C, 这个要记一下了哦。然后第十二、第十三来看 ，Hukum Kandung Melaka telah menggariskan peraturan berkaitan dengan urus niaga untuk mengawal urusan perdagangan. OK, 这是关于到那个 ekonomi 的，做生意的哈。他讲 ，Manakah antara berikut berkaitan dengan peraturan urus niaga? OK, 在做生意的话，他们必须要跟从什么东西？有没有这个 amaran riba dalam urus niaga diharamkan? Amaran riba 就是那个高利贷啊，就是阿龙啊，可以吗？在这个 urus niaga 里面，不可以，是不是？ haram 是被禁止的意思， haram 啊。OK， 然后有没有可以 memastikan getul geraga? Getul geraga 是讲于关于是 kegeragaan 的，这个不是哦。这个有，可以加进的答案对了的，这个有。Orang tidak syoman boleh berurus niaga. 什么是 tidak syoman? Tidak syoman 是不正常啊，神经人可以做生意吗？那你可以，你一定是要syoman的。然后正确答案是第四哦。Orang yang berurus niaga hendaklah akil balik, 就是你是要成熟的。Akil balik 啊，我讲过了，必须要成熟。一跟四啊， boleh bagus。Okay, 来14 dalam hukum kanun Melaka, hukuman yang dikenakan setimpal dengan kesalahan, 就是你所犯的错，你惩罚是要相等的。Manakah antara perbuatan yang disenaraikan akan dikenakan hukuman bunuh, 会被判死刑，你犯了什么错误会判死刑？答案是什么？ Yes, 对啊，你不听。Showman 不能是偶然养鱼呢，哎 ，Showman 是正常，你不要弄错啊。第一道 Showman 呢才是不正常 ，Showman 是正常，他的意思啊。哎，我讲一，偶然养鱼第一道 Showman 就是他讲他是神经的。如果讲哦，金是偶然养 Showman， 就是你是正常的，你少了一个第一道。偶然养鱼呢是第一道 Showman。啊，去拿，不要弄断啊！不正常，小曼是正常。所以说会被判死刑，是你不听王的命令跟，你假传圣旨啊！我刚刚讲过了啊、哦，所以懂的哦。Good。来，我们做完旧一题75的 issue kegeragaan sangat diberi perhatian oleh kesultanan Melaka， 也是在hukum kanun里面吗？ Manakah antara berikut merupakan tujuan undang-undang kegeragaan diwujudkan？为什么有这个undang-undang kekeluargaan？有没有为了要解决一些关于家庭的问题？有吗？有咯，我讲过吗？这个才是它的重点嘛，是不是？解决家庭问题吗？还有呢？有没有mengurus saksi dalam pernikahan？ Menjaga wanita dalam pernikahan？ 有我讲过这个没？不是吗？但是mewujudkan keharmonian dalam kekeluargaan， 让他们讲这个家庭和睦啊，解决他们的问题，使到整个家庭更加和睦。这个上面，哎，menyelesaikan mengekal keharmonian dan menyelesaikan masalah kekeluargaan。19分钟我的电脑电 Alright， 所以我们就先做到第15题先啦。啊，今天以上的这一些我们开始讲的东西啊的发号吗？的发号听明白吗？听明啊，有听明啊。给啦，所以我们就先到这里上，今天我们下星期见，拜拜。Bye.
你们可以休息了，你要上数学。